进度，就是我们目前的进度呢，就是早上都还没有名字，确定的名字跟 logo， 那目前已经有一个大致的样貌，对，然后呢，然后再来呢是今天团队成员有一种到齐的感觉，所以可以，而且大家那个行动力都还蛮积极的，所以感觉是可以接下来很速度很快的开始运作这样。那然后我们有Deki 有做了一个操作的 demo， 然后呢我们也有，因为其实对于我们团队里面，然后像我发起的人是从来没有经验过这样子的合作模式，所以有一些合作模式的磨合或者是如何配合，那也是我们讨论的重点，包括之后怎么样让整个速度可以更运作的更顺利这样。然后关于网站的规划的部分，就是对我来说是异次元的东西，所以我们请专业来讲。没有，那就是我们现在目前规划就是尽量让它是最小可行性的，所以我们 database 准备就是使用就 Google 的服务 Firebase 这样子。那目前已经有定出大概的 schema， 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资料库怎么设计。然后在服务的部分，我们也是希望尽量不要自己去重复造轮子，所以我们会希望去使用一些第三方的服务，那包括可能是登录，然后 Google Map 以及一些 social plugin， 那可以进行一些分享什么之类的。那在前端的部分，我们希望就是 app 以及就是网页端都做。对，那我们可能就会使用这些技术这样子。以上。展示完，那展示要快了，我看一下，马上。就是不好意思，让大家看一下，就现在目前做到的进度。有按吗？有。对，就是参考计划，就是我们希望在地图上面去列出所有的友善的店家。那这只是一个就是 demo 而已，对，就是到时候会就是在这上面标出我们收集的这些资料名单，或是使用者自己新增的资料名单。那点的时候可以再去做一些特效或是我们需要的功能。对，到这边，谢谢。